哎，小伙伴们，看我在这里发现什么？这边好像是一个奥特曼的变身器。我们从这个台阶这边上去，看一看能不能把它拿下来。哇，哎，哇，这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黄金的盲盒哎！哇，黄金的盲盒，这里边哎，这个好像还是一个黄金迪迦的盲盒哎！这个好像据说能开出黄金迪迦，我们先放在这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哎，在这里，哇，有点高啊！哇，这拿不到啊，有点高啊！哎，小伙伴们，刚我发现那边有个台阶，可以从这个台阶这边上到这边的。我们从这边下去，啊，把这两个东西拿起来。哎，拿到了。我们从这边下去。哇，哎，这边怎么有个箱子呢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奥特胶囊哎，哎，这个是谁呢？不认识。把它装在这边吧。这边还有一个金色的萝卜奥特曼，超小的金色迷你萝卜。哎，哇！这边好多哎，这个是一个超长的泰罗哎，可以把它压在这边，然后可以拉得很长哇！这个泰罗真的是超级好玩哎，把它放在这个箱子里，然后我们看，哇，这是一个迪迦哎，超大迪迦，哎，迪迦放在箱子里，还有这边哇，还有一个超小的迪迦，哎，哇，这个是一个贝利亚哎，一个贝利亚，你放起来，还有这边哇，这个是一个特利迦空中熊的一个 HR 奥特卡片的 3D 卡。装起来，哎，这边刚刚捡到那个黄金盲盒，哎，我刚刚还捡到一个，哇，在这里，刚捡到那个黄金迪迦的盲盒，在这边，哇，黄金迪迦的盲蛋，我们先从这边这个台阶上去，哎，哇，这边好像是，哎，这边好像有两个奥特曼的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黑暗特利迦，我们从这个台阶上去，哇，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一个，哇，这个是一个奥特之王的奥特，哎。哇，这下面好像还有哎，把它先装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滑下去，滑下去，哇，哎，哇，哎，这个是哇，这个是一个黄金的赛罗呀，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黄金的闪耀迪迦呀，哇，这边这个是哎，这个是镜子骑士，又捡了三个奥特曼，我们试一下能不能从这边走上去，先把这奥特曼扔上去，然后我们，哇，哎。哇，终于上来了，太厉害了！把这个奥特曼都装起来。哇，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，应该就可以拿到那个。哎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就刚刚看到那个大头的奥特曼。这里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是空的。还有这个黑暗特利迦，哇，好帅的黑暗特利迦，超帅！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拿一下那个艾克斯奥特曼的变身器。哎，哇！哎，这边好像还有两个奥特曼呢，在那个下面，刚刚竟然没有看见。我们先去拿一下那个艾克斯奥特曼的变身器。哇，哎，哇，在这里，艾克斯奥特曼的一个变身器。这边，这个变身器里面有一个开关呢。哇，这声音好帅呀！把它关掉，我们下去。哇，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那两个奥特曼好像在那里。我们从这边这个滑梯卡滑下去吧。哇！哎，哇，竟然走下来了！哎，在这边，哇，好像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戴拿耶，一个戴拿，还有一个阿古卢哎，还有两包豪华包都是没有拆的。哎，先看一下第一包会不会有什么好卡？哎，这是阿尔卡吗？哇哇，小伙伴们，竟然开出一个黑暗特利迦的红 GP 卡哎，攻击是143000，哇，这个太帅了！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包，哇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包，哎。第二包哇，一个 SSR 的一个泰迦奥特曼。